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元旦特别节目《中国之治》，我是朝东。从1月1号到1月3号，我们将用3天的时间，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法学会、中国社科院及中国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高校，共同盘点2019年法治中国建设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成果，从专业的角度。 为您解读中国的法治密码，《中国之治》在法治方面如何体现？过去一年，法院工作的亮点是什么？成效又如何？日前，我们对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必新进行了专访。 姜副院长，您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社会与法频道的专访。刚才啊，您带我参观了一个法庭，这个法庭呢又庄严又肃穆。您能不能给我们说说这个法庭它的特别之处在什么地方？在这个法庭呢，审理了诸多重大疑难案件，比如说张文忠案等等。 姜院长，刚才您提到的张文忠一案，它和优化营商环境有直接的关系。那么我们也知道，在2019年的10月份，世界银行刚刚公布了最新的一期营商环境的评估报告，在这份报告当中，中国从原来的第46位上升到第31位。还有一个指标，就是我们的司法程序质量指数高居第一。应该说确实，这个。 是一个不小的一个进步，这些进步啊，我想首先得益于党中央对营商环境的高度重视，得益于各级党委、政府对营商环境改善工作的支持和配合，也得益于我们全国各级法院。 的辛勤努力。那么，通过这样一些进步，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司法制度的优越性，充分说明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司法公正度和权威性的认可。优化营商环境，其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 保护民营企业家的合法的权益，我们也知道，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公布了两批保护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典型的案例，其中呢就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张文忠和顾雏君再审案。那么这些案件的推出啊，可以说在社会上都是引发了非常强烈的反响。您能不能再给我们解释一下这样宣判的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对于张文忠、顾雏君等等一系列的。 案件的宣判，我想呢，第一，彰显了人民法院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这样一种精神，也说明了只要企业家诚信经营、守法经营，那么他就会得到法律的保护，得到。 司法机关的保护，人民法院将会在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方面做最大的努力，或者在做进一步的努力，特别是在区分经济纠纷和刑事犯罪方面下更大的功夫。那您觉得我们未来在优化营商环境这方面还有哪些新的举措和计划呢？首先，这个要落实习总书记，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指示，进一步通过司法改革，这个平等对待，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视同仁，要增强企业和企业家的安全感。
环境司法应该说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我们的这个环境治理现在已经可以说取得了质的飞跃。我们也了解环保的公益组织还有人民检察院以及啊省市级的政府都可以起诉环境的污染者，您觉得我们这么做的重要意义在什么地方？我想呢，这个我们呢最近几年来立法机关、国务院包括最高法院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建构了相互配套、相互衔接的诉讼体系。涉及到环境、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呢，有五大诉讼体系，可以说啊，密集了啊，人民群众环境权益的保护网络，加大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我们刚才一进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大门，就看到上方啊，有这样的一行大字，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当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而且呢，我们很多记者都已经随着咱们的干警啊，我们的相关的法律工作者一起深入一线，啊，跟他们一起去执行，也体会到了执行到底遇到了哪些困难。可以说，没有一个完整的、高效的执行，前面的判决再公平、再正义，也是无从谈起了。那在这儿，您能不能从我们这个法院的角度给说一下，我们在执行这方面到底碰到过什么样的难点？执行难呐，应该说，是多年积累下的各种因素积淀的一个结果。所以，执行难的原因、成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我感觉到的，首先第一，是在我们受理的案件中间，相当一部分，至少有40%的案件是没有执行能力的，也就是说，被告方、被执行人方没有能力履行判决所确定的义务。第二呢，是我们有些被执行人实际上是有权的、有能力执行的，但是千方百计的规避执行，就是老赖。哎，老赖。哎，第三是因为在执行的过程中需要变卖财产，需要变现，那么也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但这个过程有时候很难把一个财产能够转化为执行的、可执行的、可用于执行的财产。我觉得这是呢执行难面临的主要困难。您讲的非常的实际，在2019年的两会当中，周强院长就已经宣布说现在已经基本的解决了执行难的这个问题。那您觉得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应该怎么继续做才能够巩固这样的一个成果呢？我们说用3年的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但是我们要更长远的目标是根据18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是要切实解决执行难。我们制定了2019到2023的执行工作5年纲要，加大了联动执行和源头执行的力度。有一种痛啊，叫悬在城市上空的痛。2019年，最高法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那么这份意见的出台，它的背景是什么呢？从现实生活中出现了大量的高空抛物坠物这样一些事件，这些事件有的造成了人员的伤害，个别情况甚至造成人员的死亡。在意见出台之前呢，我们也关注到，如果我们遇到类似的这个案件，审理起来是非常的困难的。那么现在有了这份意见，您能不能再给我们阐释一下这份意见当中它的亮点在什么地方？我们加大了对抛物坠物的刑事、民事制裁力度，特别是对于那些故意的抛物的，置别人的生命健康
财产于不顾的那些人啊，对他们从严惩处。特别是对那些因为抛物造成人员伤亡的，那要比照有关的法律条款、刑法规定，甚至可以最高的判处死刑。我们过去啊，对这个高空抛物啊，它取证很难，所以呢，那就把相关联的住户啊，要承担连带责任，这就曾经了。那么实践来看呢，这个呢，牵扯的人太多，所以这一次我们的指导意见要求还是要贯彻举证责任的原则，尽可能的协调相关部门查明真实情况。您刚才啊给我们提到了很多很多的司法解释，您能不能最后给我们归纳总结一下，这些司法解释它的根本的出发点在什么地方？之所以人民法院之所以要做司法解释，主要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规范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可能有法律漏洞，可能有比较模糊的法律条款，也可能有相互矛盾的法条或者规范之间相互冲突的情况。遇到这些情况，法院不能拒绝裁判，所以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这样一种方式来统一裁判尺度，贯彻我们主流的大家认同的公平正义理念。那只有这样才能够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地结合起来。江院长，我们今天谈了很多，所有这些呢都是中国之治的一部分。那最后一个问题，您怎么理解中国之治这四个字？我想中国之治第一，它是世界之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要遵循国家治理的一般规律。第二，中国之治是治理中国的，是用于治理中国的事务的，是要解决中国自治中间一些问题的重大问题的，所以它必然有它自身的特色，自身的规律，有它特殊的一些制度。我们的光辉历程，我们的发展成就，说明中国自治是成功的，它可以成为一个独特的一种治理模式。非常感谢您，江副院长接受我们的专访。谢谢，也感谢中央电视台对人民法院工作的支持，也感谢各位记者对司法审判工作的鼎力相助。2019年，党中央加强了重点领域立法，为依法治国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和制度保障。政法系统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工作当中也取得了优异的成果。法者，治之端也。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是一个法治国家，国家要走向现代化，也必须走向法治化。近几年，我国陆续出台实施了一批接地气、有温度、有生机的法律法规。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依法治国。新十六字方针明确了法治中国建设的衡量标准，执政兴国离不开法治支撑，社会发展离不开法治护航，百姓福祉离不开法治保障。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成果努力奋斗。欢迎
迎继续收看元旦特别节目《中国之志》。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访谈区的几位嘉宾。第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央广评论员、嘉宾主持张斌。那坐在他身边的是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王静波。另外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莫继红。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他们。好的，朝东，我们看到十九届四中全会啊，对坚持和完善13个方面的制度呢，都做出了全面部署，勾勒出了新时代的中国之治的这样一个宏阔的格局。那说到中国之治，很多人可能还不一定理解什么是中国之治，中国之治又能给这个国家和民族带来什么？这个中国之治啊，这个概念非常好。我觉得中国之治呢，应该是中国的制度之治，这个是我们区别于那么这个美西方国家或者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治理特征，它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等各个领域。当然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这里面呢，那么法治是那个中国自治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那法治中间关键的是什么呢？它的良法善治。王院长，你看刚才莫司长提出了一个词叫良法善治。我们知道中国之治它的含义很丰富，对，覆盖的这种内容也很这个宏大。嗯，但是呢，法治是其中应该说非常重要的一块。良法善治跟中国之治它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它能起到对这个社会和国家推动作用又在哪儿？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治国理政的一些方法，那么法治呢，无疑是治国理政的一个基本方式。那就像莫老师讲的，这个良法善治，它首先是良善之法，那也就是要在这个制度层面当中呢，要解决这个制度它本身的这种这个价值观的问题，导向的这个问题。那么善治实际上也是一种价值导向，就是通过良善的这个制度来实现我们国家的治理。那么这个呢，就是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是我们法治国家建设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莫司长，可以不可以这么说，我们的科学立法，这也是我们的16字方针当中的开宗明义的科学立法。这科学立法是不是就像这个整个社会治理一个基础？对，其实我们讲呢，这个良法善治，你要能够得到一个良法，你必须要基于科学立法，不能仅仅限于就是我们有个法律就行，是吧？如果这个法律出来以后不能实施的话，那么这个法实际上就浪费了公共资源，是吧？那么也会给那个人们的行为有误导。确实如莫老师所说啊，立法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怎么才能够真正的去立出更加科学的法，这其实呢既是个技术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当然更是法律问题了。那么另外呢，我们在立法的过程当中还特别的去强调调查研究，所以很多立法之前都有非常多的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同时我们在立法过程当中应该说也更加开放了。那现在我们上那个人大网，我们经常会看到各种法律的征求意见。如果社会公众有关心的话呢，他都可以去参与。莫司长，去年一年啊，2019年一年，是不是我们国家应该说在这个法律的相关的政策出台上，或者法规的相应的这种颁布上，应该说也是有着很多新的亮点的？是到2019年，那么就是11月底，就是全国人大全国常委会制定的这个基本法律和基本法律以外其他的法律已经达到了274部。所以这个2019年呢，这个在立法方面它呢也有很多显著的这个成绩。比如像这个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这些法律的这个修改啊，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确实2019年我们在科学立法方面亮点颇多。说到科学立法，我们理解科学立法它就是得从实际出发来进行一个充分的调查研究啊、论证啊。比如我们说这个宪法啊，宪法是我们的根本大法，那么宪法这个修改的过程应该说就是一个体现了它科学和严谨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立法的过程。有一首诗啊，就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假日庭院寂，凭楼卧室幽，竹行真字句，对坐雨难秋，灯下词初定，指尖策已愁，宪章临时稿，上谕一经求。这首诗啊，就是已故的法学家许崇德先生的1982年，他当时描述的是这个彭真同志在这个修改宪法呀，在进行相应的这样一个修订过程中的一个场景。其实这样一个场景啊，也体现了我们所有法律工作者一种科学的精神。那么我们说这个现行宪法呀，它本身，那么它就是一个
甄选科学立法原则精益求精的这样一个产物。对，任何一个从上至宪法下到规章到地方的一些甚至一些规范性文件，它在出去之前都要经过非常充分的一种专家论证。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法律如果一开始它在科学性上就有欠缺，那当然它后面的执行就一定会遇到问题。那么另外呢，立法还需要具有前瞻性，因为法律制定本身就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如果这个法律在制定的过程当中没有充分的科学论证，那可能这个法刚一制定出来就落后了。我就说您这个说的我非常赞同，在哪儿呢？因为当下时代发展的也非常快，尤其我们进入到互联网时代，很快进入到物联网，互联网是人和人之间的联通，到了物联网就是万物互联了。这个时候很多新的行业、新的业态、新的形式出现，急需法律补位。你比如2019年的1月1号我们实施电子商务法，这其实就是法律跟当下这种时代的发展相紧密结合的一个产物。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是中国首部电子商务领域的综合性法律，电商法的实施标志着电商行业进入法治时代。电商法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除了电商平台上的商家，通过社交媒体直播平台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者也都涵盖在内，海外代购也是电商法的适用对象。在电商法出台之前，很多卖家会用写好评、返现金红包等方式引导买家写好评，电商法实施后，这种行为就属于违法行为了。同时，针对默认勾选、删除差评、大数据杀熟等百姓网购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电商法也进行了明确规定。电商法还规定，消费者和商家出现消费纷争，平台应积极配合消费者举证，提供必要的便利来维护消费者权益。平台内经营者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的，平台需要依法担责。电商法实施以来，与电子商务相关的配套政策也陆续落地，有效规范了经营行为，一些长期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顽症得到了遏制，同时也为相关案件的审判提供了法律支撑。随着电商法在实践中的不断应用，也将构建出更高效的网络消费维权体系，进一步保障各方的合法权益。您看，电子商务法实施一年了，您觉得它的成效有没有得到凸显？我觉得电子商务法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部法律啊，因为在电子商务法立法之前，应该说电子商务本身就是一个新的这个商业模式了。那么实际上确实出现过一段时间的乱象，比如说这个假冒伪劣商品呀等等的这些问题。那电子商务法呢，其实就很好的去回应了这种电子商务这种新的商业模式的一种这个运行了，实际上也给电子商务立下了一些规矩。比如说当时争论很多的就是这个电子商务的这个经营者他要不要去登记，要不要登记成为一个市场主体，那么这个当时就有很多争论，最后电子商务法一锤定音，也要登记为市场主体，那么这就有效地规范了电子商务的整个的市场秩序。那么第二个呢，实际上应该说对于消费者也起到了非常好的保护作用。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实际上它也调动了平台的这种共治的精神。是的，科学立法这是第一步。有了科学立法，接下来就是严格执法了。这些年我们老听到一个热词叫教科书式执法，您怎么理解这个教科书式执法？教科书式的执法呀，实际上还是强化了行政执法的这种程序意识。它首先要符合执法的基本原则，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那么实际上呢，法律要真正的发挥效用，那实施非常重要。我觉得这个要辩证的看。那么从好的方面来看的话，说明这个社会公众啊，对我们这个行政机关，比如在过去的执法中间啊，这个他的方式啊、行为啊，有了一个比较好的认识，就是他不胡来了，他在按照规矩来，是吧？那么说明就是这是一个进步。但是呢，就是你也不能说光是为了这个程序，然后呢，就是很机械的。就冷冰冰的是吧？就是只要上面说了，那我就去执法，那也不问这个到底是不是合理，是吧？可能应该来说，这个严格执法呀，它是一个全面的，要依法行政，不是一个机械的依法行政，就刚才孟老师说的这个，我特别赞成。在2009年，为了推动这个执法工作，也做了很多工作啊，我们这个专门发布了行政执法公示制度，他就讲，那你在执法之前，你要把执法的依据、执法的标准都要对外公开。
执法全过程要记录。我们经常会看到现在执法人员都要佩戴执法记录仪，所以执法记录仪就可以完整的记录整个执法过程。那么如果在执法过程当中发生了比如说暴力抗法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纠葛，那执法记录仪就可以还原当时的执法状况，就能够说得清楚谁是谁非。所以国务院推行这个叫行政执法的这个三项制度，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个执法能够出现更多的教科书式的执法，或者说我们每一个执法都成为教科书式的执法。所以您看，您刚才提到这个执法记录仪，我觉得就是一大神器啊！我们现在它确实这个这样一个利器在日常的这样一个社会治理过程中，它发挥作用很大。过去一旦说是有纠纷了，各执一词，要不然就是动不动啊警察打人了引起围观，然后继而甚至网上发酵等等。有了执法记录仪，程序正义规范，显然它的效果就能够得到一个极大的体现。抢钥匙，推警察阻碍我们执法。你拍，你可以拍，你可以拍。我不好，我都有录像的，我咋有打人？你想打人家？你们都没回来。我想打人呐。画面中的场景分别发生在河南信阳和湖北荆州，都是民警正常执法却遭到了当事人的阻挠、谩骂甚至殴打。不仅如此，对方还企图颠倒是非，污蔑民警打人。幸好民警身上佩戴的执法记录仪还原了事件真相。面对阻碍执法、暴力抗法等行为，除了一身正气，执法的规范化更是给一线执法者带来了执法的勇气和面对监督的底气。近两年，类似的规范化执法案例已成为一种常态，这正是公安机关始终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缩影，也是公安机关执法公信力和人民群众满意度稳步提升的重要体现。不论是大案小情，面对违法，公安机关敢于亮剑，善于亮剑。我们刚才看这片子，就是你看这执法记录仪，它确实大显神威。其实不光执法记录仪，我们现在都讲把这个权力关进制度中。对，就是实际上在这个2019年啊，我们在行政执法领域，你要从广义上说的话，你包括这个行政决策行为，它也可以纳入到这个行政执法的范围。所以在这个2019年呢，就是国务院还颁发了就是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就是你从源头上是吧，那么就把你那个放在这个制度笼子里面，明确的规定了就是重大行政决策这个责任制度。过去呢，我们好像就是领导拍脑袋是吧，就是可以这个上这个项目上那个项目，还搞了很多烂尾工程。但是现在你就不行了，现在你这个拍脑袋的时候你要注意啊，你拍错了那么会承担那个责任，是吧？我们还有终身追究制等等这样一些那个严格的责任机制。对，减少过往的那种超三拍决策，就是很随意的这样的一种，对，做出重大决定也不考虑后果，减少很多的这个政绩工程了。实际上，这样一个暂行条例的出台呢，实际上沟通了这个科学立法和严格执法这两个环节，为这个政府啊，各级政府严格的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提供了一个法律依据。实际上不仅像刚才孟老师给大家讲的，像我们这里讲的执法，它是个法律实施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放管服改革当中，大家看到2019年，其实在放管服改革当中也有很多的这种可圈可点的事件，比如国务院它取消了大量的这种行政审批项目，那么实际上就是要放权给社会，还权给市场。那么这样就建立更好的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了。同时2019年我们还做了很多的简政便民的工作，就减少不必要的证明。大家以前都是经常说叫人在正途嘛，就是要为了一件事情我要开很多很多这些证明，这些证明套证明，最后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2019年我们打通了这个数据壁垒，让信息这个都跑起来，是吧？让数据跑路，让老百姓少跑腿儿。它的目的就是信息在部门之间流动起来之后，我们就不需要证明了。那就是因为信息壁垒，我们才让老百姓要开具各种证明。另外，我再给你补充一点，刚才王老师他把这个问题啊还是打开了。我觉得严格执法呀，就是你不能把它仅仅看成是好像就是你这个执法者的态度，
对，哎，要认真。嗯，实际上还要把它这个严格执法从更广义上来看，就是执法的这个能力、水平、效果。所以这样的话，你看在2019年，你看我们这个执法机关啊，它在这个提高执法能力、运用现代技术提高执法能力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您看，两位说的都是我们日常的这样的一些啊生活中的事情。其实，在这几年吧，应该说，特别2019年这一年，我们看到从2018年开始，我们开始了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嗯，2019年应该说第二年，到今年也就2020年年底，我们3年的专项斗争应该说就暂时告一段落，也可以说胜利的这种完成。这个扫黑除恶，其实我觉得一方面体现了我们严格执法，另外一个也体现了我们的公正司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果，一批称霸一方的黑恶势力被打击处理，一些沉冤多年的积案得到侦破。2019年，湖南的文烈红等人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因社会危害大、保护伞级别高，受到了广泛关注。据警方调查，以文烈红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多年来盘踞长沙，以开设赌场、放高利贷、暴力追债等方式谋取巨额非法利益，触犯罪名15项，涉案资产高达12亿余元。2017年2月28号，警方开展统一收网行动，文烈红黑社会性质组织被彻底端掉，其背后的保护伞湖南省综治办原主任、长沙市公安局原常务副局长等多名公职人员也浮出水面。2019年6月19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2审公开宣判，主犯文烈红被判处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19年10月9号，在广东清远，200余人旁听了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陈某辉、陈某金等35人涉黑案，该案涉及12项罪名，涉案金额高达10多亿元，是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案件。公诉机关指控，上世纪90年代初，陈某金使用威胁、恐吓等手段，担任了清远市龙塘镇新庄村委会、大沙塘村的村干部。上任后，陈某金伙同陈某辉等人破坏操纵村委选举，安插组织成员，妄图长期把持农村基层政权，期间还大肆垄断农村资源，侵占集体资产，逐步形成了以陈某辉、陈某金为组织者、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该团伙还多次实施串通投标、非法开采河沙及花岗岩矿、洗钱、抢劫、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敲诈勒索、故意毁坏财物、开设赌场等违法犯罪行为，非法摄取巨额利益，严重破坏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除恶务尽、打伞破网、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打击黑恶势力犯罪的同时，也与反腐败斗争和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铲除黑恶势力的滋生土壤。截至2019年9月25号，全国打掉涉黑组织2367个，打掉涉恶犯罪团伙29571个，34792名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人员投案自首。截至9月底，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案件，移送司法机关5500人。2020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还将持续向纵深推进。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案件啊，跟朋友们一块儿沟通沟通，包括两位专家啊，就是2019年的这个国家宪法日那天，当时呢，山东烟台啊，招远市人民法院对山东威海荣成市公安局开出了一个10万元的罚单。一般的观众朋友可能一听，哎呦，这个法院给公安局开罚单，就原因就是说呢，就这个法院啊，此前出具的调查令，包括授权律师拿这个调查令到荣成市公安局调取相应的复印呐、出警记录啊、报警记录啊、询问笔录等等的，他一直给拖着没弄。嗯，就我们这个事情一出，引起了大家广泛的一个关注，就是，莫所长，你看怎么来看？检察机关给公安机关出具罚款，它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意味？它对于我们法治进程的一个构建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它这里呢，实际上就涉及到一个，就是我们宪法中间规定的，就是比如说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比如说在这个刑事案件这个侦查和审判过程中间，它这个三者之间都是国家机关。他们怎么样？一个各自履行自己的职权，同时呢还要相互配合、相互监督、相互制约。所以这个，你比如说这个法院，他这个
要去调查证据。当然法制站他能那个能力有限，他可能人手也不够。那么他如果就是给这个律师发出来一个调查令的话，其实他这个时候是代表了法院去收集一个证据。那么这里实际上啊，恐怕透过这个案子呢，我个人觉得呀，还在于就是这个公安机关啊，在执法过程中间，那么怎么样要去尊重啊，就是那个其他国家机关的这个法律权威。对，其实这些年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的典型案例，都在彰显着我们司法的进步。但是这个司法进步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方式吧，或者很重要的一环，叫司法体制改革。那么在过去的一年，确实是这个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那也是积极的想办法来推动这个司法体制改革。那么司法体制改革啊，本身并不是目的，就要通过改革呢，那么能够使得这个司法资源得到很好的配置。那这里有几个主要的事项。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怎么样来保证那个法院、检察院能够依法独立的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所以刚才你举的那个荣成那个案子啊，实际上也是涉及到，就是你怎么样能够保证法院能够独立的行使审判权，对，是吧？因为你是不是尊重我这个司法那个审判职权？所以这个是个最关键的。你如果说我这个检察机关和他的法院，他的这个审判权、检察权都得不到尊重的话，你怎么谁来去维护社会公正啊？是不可能的嘛。第二个呢，当然会涉及到那个检察院、法院自身了。我觉得这里呢，可能就大家目前比较关心的，首先就是说你这个是不是司法的信息是不是公开？这个人民法院曾经发布了一个就关于人民法院啊，就是怎么样来建设这个司法信息公开三大平台这个意见。那么这里呢，就是说我司法要公开，而且呢我要三个平台，你可以看到三个地方都公开。一个呢是审判的过程，是吧？我就是现在你可以到网上去看嘛，你可以随便去看那个调哪一个法院的那个审判都有。第二个呢，就是裁判文书，那是不是公开，是吧？因为这个结果我要看啊，所以现在裁判文书网上面的信息是大量的，有5000多万个判决书。第三个就是这个执行信息是不是公开，是吧？那过去的话，执行信息不公开了，老赖他就不还钱。所以这个呢，就是最高法院他通过就这样一个建设三大的一个司法信息公开平台呀，确实是让老百姓放心了、满意了，司法是透明的。对，刚才孟老师讲的这个，实际上司法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特别多的这种法院裁判的一些庭审的记录啊，庭审的一些这个场景啊，有很多直播的这种情况，它其实也起到了公民教育的过程。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司法体制改革，它要不断的去向纵深发展的话，它必须要解决这个司法责任制的问题，就是怎么去让法官，因为法院独立的行使审判权最后还要落在法官身上，那么怎么能够让法官他能够去这个独立的去行使审判权，就他的这个审判权威怎么能够树立起来。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设了很多的这个法院，都是因应现代社会发展形势的需要，比如说金融法院、互联网法院。确实，我再补充一下，防止这个对司法审判过程的这种非法干预，特别是防止领导干部打条子这个记条子、打招呼、施加压力，恐怕这也是这个司法体制改革应该这个重点关注的问题。对，司法体制改革其实在当下应该说配合着我们制度的相应的透明、公开，包括高科技。对技术的应用，其实它都能够起到一个事半而功倍的效果。有人说啊，这个司法体制改革和科技的融入，比如我们现在叫智慧法院的融入，就像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就能够推动中国司法体制建设不断的朝前发展。我们现在很多时候讲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法院是什么？我们先看看。在北京市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一位律师打算调取被执行人的房产信息。他打开手机，登录朝阳区人民法院的互联网诉讼服务平台，申请律师调查令。不到10分钟，法院在线审批通过，律师据此从现场调取了被执行人的房产登记信息。在河南长垣，姬女士作为一起网络购物纠纷案的原告，坐在家中足不出户就通过远程视频参加了1500公里外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案件开庭审理，和被告当庭对质。这些只是智慧法院推进过程中的一个缩影，
从2015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首次提出智慧法院的概念，到2019年12月4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中国法院的互联网司法白皮书，智慧法院建设在不断深入和开展，人民群众也在司法实践中感受到了智慧法院建设带来的方便、快捷和高效。2019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2995个法院开通诉讼服务网，截至2019年10月31号12个省区市试点移动微法院，在线开展诉讼314万件，全国3363个法院建设电子卷宗随案生成系统，全国67%的案件随案生成电子卷宗并流转应用，超过1.94亿条数据上链存证固证，杭州、北京、广州三地的互联网法院共受理互联网案件118764件，在线庭审平均用时45分钟，比传统审理模式节约3/5的时间。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人民法院的网络化、阳光化、智能化的办案方式，让司法服务更加透明便民，让审判执行更加公正高效，让司法管理更加全面科学，也满足了人民群众多元的司法需求，更为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你看刚才短片里啊，智慧法院，其实这跟互联网啊、跟当下的人工智能啊、大数据啊等等，它都是深度融合的。智慧法院其实不，我个人觉得它不仅是减轻了我们司法从业人员的或者司法工作者的劳动强度，其实它对于整体的提高效率，包括甚至涉及到我们司法公正，都有着很强的意义。智慧法院呢，这几年来它的建设确实是一年一个样，是吧？那个现在已经不仅在国内了，而且还都已经发展到国外了。这个江西有一个法院，是吧？他要审这个案子呢，当事人在国外，所以呢，就让当事人两个人就拿着这个自己的微信，和这个法院那个沟通，然后呢，就把这个案件就审完了。确实是，他大大的提高了司法活动的这个效率，他也有便民啊，让老百姓感到这个到法院打官司很轻松的事儿。对，我就想刚才那个莫老师说的这个智慧法院，我觉得，一个就是它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司法效率，那么另外呢，其实它也提高了我们裁判的公正性。我们现在通过这种大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类案，那么现在法院也是讲叫类案一定要检索，就强制性的这个检索。那我作为法官，我在裁判案件之前，我就可以大量地看到很多和我这个案子可能不完全相同，但是是类似的一些裁判。那么这些裁判无论是从这个法律精神上、法律原则上、包括法条上，或者说事实上的这个判断上，都能够给我提出很多的这种这个作用。所以对于法官来说，这种类案的检索其实也让他的裁判呢能够更加的去公正，就考量的因素啊更加充分了，不同的思路，对，就提供了不同的思路，增强了你那个裁判过程中的你那个裁判的那个选择。我们说你有了是公正司法，你才可能全民守法，因为大家相信法律、遵守法律。但中国确实也比较特殊，14亿人这么庞大的群体，人人知法、懂法、遵法、守法，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他要让人看到司法的公正、司法的独立、司法的相应的一个带给社会的全面的稳定等等。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我们往往啊在行政诉讼上，老百姓俗称叫民告官，它其实是一个大家关注焦点。2019年6月28号，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行政诉讼案件，原告是江夏区村民方女士，而被告是武汉市人民政府及江夏区人民政府。被告武汉市人民政府今天是否有负责人出庭应诉？有。负责人的姓名？行政机关负责人今天是刘子清副市长，工作单位武汉市人民政府，职务副市长。在这起案件中，原告村民方女士因不服政府信息不公开，将江夏区人民政府及武汉市人民政府起诉到法院。庭审当天，武汉市副市长和江夏区区长出庭应诉。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颁布30周年，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公民习惯于利用行政诉讼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各级政府和行政职能部门也已经习惯于成为被告，而且适应了在监督中不断提高依法行政水平。民告官，往年的你告官，你哪见得着官？说叫民告官，其实你就走个司法的程序来进行。但现在这些年，我们看到这种行政诉讼，特别是民告官，有的直接就能见到政府的直接的领导。所以从这一点上，我觉得让司法取信于民，让老百姓全民守法，是不是也起到一个推动作用？你说的这个非常重要，就行政诉讼确实在中国的传统观念当中，可能老百姓会觉得，哎呀，一般老百姓都去跟政府对簿公堂，总是要有一些思想负担的。但是像行政诉讼法，它就是要强调要让这个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对于这个老百姓这一方就是很大的这种这个一种暗示。你看，政府非常重视我这件事情。那么另外呢，它实际上通过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他还可以更好的去解决问题。那么我再补充一点啊，就是行政那个首长或者行政负责人，你愿不愿意到庭，你也是对这个法院依法行使这个行政审判权的一种尊重。那么行政诉讼法刚开始施行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那个行政机关不理解，对，他觉得我们都是平起平坐，不出庭不应诉，不答辩，不答辩。还有呢，那个公安机关处理了当事人之后，然后呢，那个法院给他那个公安机关传票，结果法院那个到了那个庭上，什么也不说，就把当事人就塞到就逮走，塞到那个警车里面就带走了，是吧？这个不就是这个公开的出过这种案例，表示这个那个法院的权威嘛？是。所以说，让那个行政这个首长、行政负责人能够到庭啊，其实也是来保证那个人民法院依法独立的行使审判权。对人民法院他这个行使这个审判权的这样一种职权行为啊，他的法律效力表示一种尊重。科学立法，公正司法等等，这些呢，老百姓都耳熟能详，这也是我们发展的方向。但这次有个新词叫域外用法，王院长怎么解释这个域外用法？域外用法实际上就是随着我们国家这个国力的增强，我们国际交往越来越多了，那么我们又跟周边很多国家，我们可能都需要进行各种商业合作，或者是社会合作，或政府间的一些合作。那么这个就涉及到我们的法律制度的向国际化延伸的这么一个过程。像域外用法，像就是中国法律制度的一个国际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它这个这样，就是这个涉外用法呀，我个人考虑呢，恐怕还有两个层次。那第一个层次呢，就是随着我们这个一带一路这个倡议，那么不断的这个深化实施，我们的企业走出去了，公民走出去了，那么你走出去的时候，你是天不怕地不怕，那么因为国外的话，不同的国家都有不同的法律制度，那么你如果对当地的法律制度都不是搞得很清楚的话，那么你就去开始投资，盲目的那个搞那个贸易活动，这样的话，你不是用法律去保护自己，这样呢，你很容易吃亏。所以说，当你那个去到境外投资的时候，是吧？那么你应该呢，学会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投资权益，这是第一层含义。当然，这个法律呢，可能是当地的法律，或者是国际的法律准则。第二个呢，是就是域外这个用法呀，我们就随着中国这个国力不断强大，是吧？那么就会涉及到这个中国法，就我们中国的法律在域外怎么来使用。当然这里呢，它有很多情况，比如在这个普通的这个民商事案件中间，涉外民事案件中间，它有一个那个选择适用的问题，是吧？我们要尽量的，比如我们跟那个境外的这个企业签合同的时候，是吧？比如我们约定那个仲裁，那么到底适用谁的法律呢？我们要尽量的去选择中国的法律。那么你说这个域外用法，你要是没有人去帮助我们这个准确正确的在这个涉外这个问题上使用这个法律的话，用什么法律的话，那也是白搭。对，所以这一块呢，又回到就是什么呢？我们这个现在在法治建设中间一个弱项瓶颈，就是我们的涉外法治人才太少。那么我会举几个例子，一个呢，尽管我们现在那个各种仲裁机构很多，我们有40-50万的这个仲裁员，但是我们在那个国际上有影响的，比如香港、新加坡、斯德哥尔摩、伦敦这个4大仲裁院里面，400多个仲裁员中国籍的，
只有20个不到。那么这样的话，你中国人那个如果跟那个其他的这个国家的这个企业公民发生那个纠纷之后，那么你如果选择仲裁的话，那么你只能去选择这个境外的这个仲裁员。那这样的话，他就不利于保护自己的权益，所以我们就缺少那个在这个这些四大仲裁院里面，能够这个有能力来审理这个这种国际仲裁案件的这样仲裁员。另外一个，我们在这个国际领域，包括国际司法领域，能够有资格出庭的这样一种就中国籍的律师，现在不到1000人。所以说呢，我们说这个这个涉外用法呀，最核心的，我觉得现在要赶快要加紧培养一支涉外法制人才队伍。这样的话，你有了人，才有人去帮你说话。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下一步法律建设的一个重点。确实，你看人才队伍的培养，不光涉外，其实刚才咱们谈到，你智慧法院，你有很多互联网啊相应的新的这种业态啊，你可能也要引入到我们的司法体制当中。所以说到这儿，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的相关的科学立法呀，司法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话题啊等等，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我们在一个新时期面临着新的任务，也带来了新的挑战。2020年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之年，也是我们13/5的收官之年。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上，展望未来的整个的司法的发展、政法的这样的工作的开展，您觉得有什么样的目标和任务？我觉得从未来的发展的角度，尤其是2020年，应该说我们还是非常紧迫的一些法治建设的任务了。因为2020年，我们首先就要回答一个问题：我们的法治政府建设的情况怎么样？因为我们曾经预判过说，希望2020年我们的法治政府建设能够取得重大突破。那么它和小康社会是相匹配的一个制度格局了。那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就要做出回答。所以2020年，我们的法治政府建设一定要取得重大突破。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法治社会建设，我们现在通过这种这个诚信体系的构建，不断地去提高老百姓这种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这种能力和它的水平。那么通过比如说社会信用法的这种这个建立，那么更进一步的呢，就是通过诚信社会来去推动法治社会的建设。那么从整个法治国家来说，我们在整个制度体系上还要更好的去解决我们的党规跟国法的衔接问题，因为这也是我们的制度优势之一，也是我们国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确实，我们说中国之治啊，老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往往得啊更加的细致，更加的精准，从最需要的老百姓最迫切的问题着手。感谢两位啊，今天一起探讨了这么多话题。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朝东。谢谢三位给我们带来如此详细深入的解读。那法律啊，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中国法治不仅应当是形式上的法律之治，更应当是实质上的良法之治。要用法治的方式护航生态文明建设，助力完成改革攻坚任务，维护人民权益，增进民生福祉。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中国之治明天继续。我希望个人看到中国之治更加辉煌，我希望看到人民法院的裁判更加公正，更加具有权威，更加具有公信力，更加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确实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